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年的保肝卫照大使王彩华。你敢有时间，好心就好肝。有时间的人爱注意时间。若有相关的问题呢，要尽快的咨询医师，然后呢做进一步的时间筛检及治疗。你敢有时间，好心就好肝。让我们共同来波比你的小心肝。